大家好，我是探海燕阿凤。现在天快黑了，今天的晚餐鲍鱼，天天鲍鱼哦。烧一下水，把这个鲍鱼洗一下，内脏去掉。天天吃鲍鱼，这种野生的鲍鱼呢，它有两个品种。这种是石面上的鲍鱼，个头呢就偏小；有一种是石头底下的鲍鱼，个头就比较大。鲍鱼下锅，水炸一下，放点姜，煮喽。鲍鱼汤，啊，好了。煮的饭不够吃，放点包方便面下去。又没有煤气，换一下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开了。啊，鲍鱼煮面，啥都有。够水，够水。好了，起锅起锅，又有汤，又有面，又有鱼，又有鲍鱼。喝点汤，鲍鱼汤哦。还有煮面在里面。哇，这个菜美味，美味。哦，这种生活，哎。这种生活差劲，今天没收入。那今天没事做，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移民在沿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，还有呢，这个平时的日常工作。现在刚好呢，有渔船回来了。看一下这些渔船今天的收获怎么样？欧多打就完了。冰鲜呢？没有什么。就这条之前有刚大美游。哎，有一条七星斑。有这么过去吗？我跟你讲啊，老天伯，你干啥呀？乌贼。乌贼。我瞧一下，老天伯，你看着。干啥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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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么大的黑金鱼！我从那边在这里，我从不回来，我好厉害。你要给这个路，我在。对呀，这一些不能卖的都能晒鱼干。最多的活鱼就是这个马面豚剥皮，撒一点冰进去，这个是主要是为了保鲜而已。
里有得有50多斤。你看，是个水鲜虾，那那那好喽。生猛深海鱼，你看。大石斑，无畏亚细，生食大石斑。高原。啊，小的那边，那边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大后唇，这个这个后唇很肥哟。这我要做板啊！多啊！哎，大哥，我大哥。喂。对。大哥，深海差不多。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这个是青衣，这个是红衣。大林尖，这个是牛屎仓，大金仓。这里的鱼很多，种类眼花缭乱。这个墨都是黑的。大金仓，深水大金仓，还有大油缸，这条有12斤，这种鱼拿来香煎特别好吃，如果是活的话，拿来做刺身也是一流的。这船重呢，大概有100斤的渔网，每一张渔网呢，它的长度大概是80到90米。现在他们在海里面还有200张渔网，这样算起来的话就有400多，将近500张渔网。所以大家平时看到每天的收获，有时候可能会好一些，就是百几十斤的这个渔获，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几百斤。相对于这个渔网的总长度，对比起来的话，抓的渔获算是比较少，还是在这个大山南这些深水海域。其实以前这个海域的鱼呢是比较多的，渔业资源也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再多的鱼也经不起这里经常有这个炸鱼的，还有这个电鱼的。现在渔船又去下网了，下了网之后呢，是隔了一个晚上，明天才会起网。晒的鱼竿，
在海上漂了30年了。现在把船帘靠在一起。这一艘是专门在海上收海鲜的，包括这个活海鲜，还有冰鲜。这里收了这个八皮，哦，还有这个红脸八翅。还有这个碗头里面是龙虾，乌贼。船上的生活啊，切菜切肉。这里呢就是海南的陆地，海南岛。好天路啊！海上的夕阳真的好漂亮。现在正在分拣挑选这个种类，然后好的还有刺的都要挑完，对吧？先卖过去。哇，这个很香了。红花蟹，敢不敢来干点？一只就好几百。阿光侠，这边坐下去。完了，你不回啊？回啊？完了，聊。Yeah, come on.
善恋恋。现在晚上快十一点喽，九点夜宵，九点一摊当宵夜了，晚饭当宵夜。十一点钟吃饭当宵夜。我们哪个位？好好吃顿饭，好好睡一觉。你给我换了。当然，有点不好笑。